食天地，你我他。再多个人邀请你，我的阿龙师，阿龙师对哈，阿龙师来教咱的这个节目哈。祝咱的这个美食天地邀请的咱阿龙师了后哈，响应非常的好。所以讲呢，红灯啊吼，真正要好命啦，有开始要好命。谢谢我们阿良师啊哈，因为阿良师呢，不愧是五星级的了，这个中破师，因为简单的料理的变化无常，唔通看伊做的料理安尼呢。迄真正迄天哦，我安尼看着伊做的这个料理，食了后了，会飞你知道？会飞啊！会飞哦，飞去天顶你知道？哦，好食。哎，我安尼去碗食咧，飞走一公斤哇！你爱搁甲我，我咧讲，你爱搁甲我等阵，我咧讲吼，你这。这届无钱通领，来补贴我，因为我的减肥，所以讲伊伊个这届车马费，好啦，你车马费来补贴我减肥，这届这做好食本来就是你的一步，所以讲你这届无车马费通阿提歹势吼，但你的车马费来补贴我食减肥啦，不好意思。有苦难言吗？那来叫帮阿仔你对的，好吧？我等我已经提供后一届见面。来和你配合来做料理，我等我嘛困袂起，我拢是想讲免啊，搁做搁较好个，搁互你开较重个，我想搁等搁你想我呢。安尼哦，安尼大概出麻烦拢拍算一直就想无变了就对啊，谢谢。袂重啦，我也无甲你领钱，我甲摕一个出麻烦，你啊，你也不去。无影哈，其实我刚刚吼，咱的这个啊，电视机观众朋友互我的这个讯息是吼，伊感谢阿良师，大概吼。来看到你做料理，因当伊拢水做，讲吼，洪弟仔你做甲阿良师做，真正无同款呢。因为这家做好料理，这个责任是我的，这个任务是我责任。没错，我都爱家己真来做好。观众朋友吼，当伊也好做，啊个料理也真好。是，啊这责任我来担来做好好势。好，谢谢你。然后上重要是讲，咱的阿良师唔是干做出好料理尔。可以当用着好的工具，可以当好的这个料理食材，啊，给咱观众朋友吼，人讲的灶卡吼，就是爱轻轻松松做料理。你们请以前讲的哈，你看我们两个谁有变成黄脸婆？没有，我们做料理的时候请假呢，啪啪哩啪哩，请假睡了咯。现在做料理就是轻轻松松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你讲下这一期你要做啥啦？这个做职业的三色蛋，职业的功能哩，职业的三色蛋哦，不是。肉皮大，哎，迄落诶三色蛋对啊，米卤米卤十八诶三色蛋，是吗？咱家己吼拢会走去卤十八切三色蛋，对，这个做迄个五星级诶三色蛋，五星级的三色蛋，唔是咱电视机观众 BB 二娘，我也要学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做过三色蛋，我也不会做。蛋诶，你家看足简单，你感觉原来遮简单哦。安尼我学了，我硬着要等来做啊。对啊，我喜欢做爱。我爱吃的三色蛋，谢谢。好，来麻烦一下阿良师，不要乱做哈。来，今天准备吼，来三粒蛋，三粒皮蛋，三粒皮蛋，两粒鸡蛋，两我来啊，你也八皮蛋。好，这个我来。好，好，咱来准备一个是野模型去，是好野模型，啊来底甲放保鲜膜，因为蛋你要开卡 OK。因为咱要做五星级的吼，起码得爱甲蛋清蛋白的分离，就是甲分落开。先讲哦，两零甲两千爱分开了。对对对。迄个为什么爱用鸭卵啊？因为鸭卵吼，要甲呈现伫迄个三色蛋，所以三色蛋是三种卵，是要甲伊呈现伊的蛋黄色作祟的。原来如此啦，人听你你是有听重点无？啊，你看咧吧。唔是迄个油水分离哦，叫做蛋黄蛋清分离哦。嘿，你爱搞分离，对。哦，安怎甲泡散备用？哦，咱甲伊泡一散吼，泡伊均匀。啊，蛋白部分呢，咱嘛是甲泡均匀。要加的佐料呢，咱拢加一点仔盐就可以啊。一点点仔盐花就好啊。嘿，因为你啊加相当的佐料吼。调味料吼，就把这个味拢甲抢走。是。啊，搁一点就讲，你这个卵你若要食较嫩的，足简单，甲加水。啊，若较硬的，你莫甲加水。哦，安尼伊就较硬，较硬伊就做歹去了，对啊。对对对对。了解。哦，安怎莫甲这两只？这个是两千克第一站。皮蛋白白的。皮蛋吼，
咱今啊用白就对啊。啊，到一定爱啥物油？没有差吼、喔。因为吼、喔，咱吹开定型了，啊，切开迄个色泽有三层三种颜色，迄、叫三色蛋。不一定讲啊，一定要有三种蛋。哎、欸，水滚，是，安尼来吹。啊，第一层爱先吹。你看这烤鼎好用，爱当吹。咱先吃蛋一下，等三十分钟，再倒转来节目现场，跟教咱观众朋友来倒第一的卵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咱即马，嘿，开会。哇！咱即马倒第一届。啊，你即马甲做甲倒落来吼，唔免阁用啥物吼，安尼甲倒落吗？啊，要倒平均吗？甲倒倒来就准了，倒平均啊。看不看？十分钟。过十分钟。好啊。好，那么等十分钟再回来。好了啦，我破菇了，你看一下。没啊，即马是你功夫还是变好用哈？变好用，是你功夫更好。来来来来来，五千斤的三色蛋好啊！哈，来给咱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Q 得得。哟，够跟咱阿爷卡成配呢。好。哎呦，你看下咧，哎呦 ，Q 得得软生生呢，好厉害。这招二开的，免去把口只乌白切啦。真正的呢。阿哥，你把口做开，阁是五星级的三色蛋，水。啊，佫安全健康。切门啊，切门啊嘞！咱对边啊手吼，边啊工吼，好不好？嗯。这小朋友诶。小朋友，我是小朋友，我是小朋友。这小朋友。我是小朋友啦。好。来了，我是小朋友，看你下啦。啊，为啥要用减卵银？减卵银伊个蛋黄食开吼，袂输一般嘞。咱即马切咱要请人客，你看有水无？你要人给我点一点的话吗？谢谢我们阿英塞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样是我们美食天地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做来期待，然后阿英塞会不会来做些特色料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喽，拜拜。谢谢。